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贤首品第十二，法性形象，清凉大师的俗抄啊，俗文，我们接着看幕后的第三段啊，月四红啊，三月四红者，初通列理。一是圆教四弘，故称信名之。我们一段一段的简单的来说明啊，四弘啊，就是四弘十愿啊。这个第一段先说立理啊，一是圆教四弘，智者跟清凉啊，判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教化，天台家把它分为藏通别圆啊，也浅深次第啊。贤首大师把它分为五教啊，小始中顿圆。无论是台宗或是贤宗啊，华严都属于圆教啊，而且古大德对华严无不是把它看作一乘圆教啊，那这就是在世尊教学当中啊，这是达到了巅峰了啊。所以讲四弘啊，也是讲圆教四弘。为什么呢？诚信啊，这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啊。讲三观，诚信呢，那就是一心三观啊。讲四弘呢，称理的四弘称信，就是称理啊，这是讲到究竟圆满了。次，信烦恼即菩提，这以下了一段的文啊，这里面包括这个我们常讲啊，生死即涅槃啊，那么这就是不二法门啊啊，这个是别行四弘啊。下面这是讲别行了啊，这个称信现实一啊，别行呢啊，前面是通啊，初通啊，立理啊，别行就可以能够分出来了
初第一段，即烦恼无边誓愿断。第二呢，由称本性而发心故。啊，这个都是前面我们所读过去的疏文。啊，这一段呢是讲的佛道无上誓愿成。啊，开众生迷此啊，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第四段是道悉不知啊，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此名四吼，即指上四吼啊。上段之文呢，今将身心之言会通此事，令圆妙耳。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啊，用四弘啊来解释啊，身心心解。这个使烦恼无尽誓愿断了啊？为什么呢？与理相应啊，方称身心呐。啊，我们现在是从四弘誓愿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于佛法的信，对于佛法的理解，不够深，不够透彻。所以烦恼断不掉啊。啊，我们知道学佛头一关就在此地。啊，多少同修哪一个不愿意把烦恼断尽？哪一个人不想把法门学好呢？啊，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啊，这个要懂。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绝对不是一生一世啊，生生世世啊，无量劫来啊，你就晓得，在六道里头染污的这个烦恼习气多深多重。那我们学佛有今天这个状况啊，对佛法喜爱，非常想学啊，这个绝不是你这一生才发现啊，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啊，你曾经发心学过，学过之后没学得成啊，也在很认真努力断烦恼，断得不干不净啊。那么这一生哎，还算不错，有道人到来了啊，道人说再学习啊，啊，学什么呢？四弘誓愿就是我们要学，学断烦恼。
学法门，学成佛道啊，学度众生，就学这个啊，这个就是圆圆满满的佛法了。从称心呢，那就是大乘圆教啊。如果还是阿赖耶识做主呢，那就是别教通教啊，藏教小教。所以你说经给诸位说啊，古人判经是个例子，举例而已啊。真正的藏通别圆不在经书啊，啊，在什么呢？在人啊。所以大乘教里头常说，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啊，他是个圆顿根性的人，他所接触的没有一法不是圆教。他是大乘根性的人，他所接触的一切没有一法不是大乘。他是小乘根性的，你就叫他来学华严，华严也是小乘。啊，你然后你再晓得叫哪有浅深。没有啊，啊，前生次第全在众生的心性啊。所以大乘教里面为什么一再教我们，劝导我们发菩提心呢？就是把心量拓开啊，要能够包容。啊，像诸佛菩萨一样，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啊，在哪里修啊？最方便的就是在人世环境上修。啊，如果会修的人呢，最容易得力。在跟人与人相处，学慈悲，学尊重，学沉静，啊，学断自己的烦恼习气啊。啊，像普贤菩萨一样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那么断烦恼习气就是这一条所说的。烦恼习气断了，或者是虽没有断了，轻了。轻一分，我们的信解就深一分，就广一分。啊，烦恼习气断两分，我们的信解就增长到两分，决定成正比例啊。啊，那烦恼习气不断，不断是轮回性。主要是烦恼习气是轮回性。啊，身心性解是菩提心啊。那么经常给我们讲了，烦恼即菩提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烦恼就是菩提，菩提就是烦恼啊。可是它的作用可不一样，菩提的作用乐，
烦恼的作用苦啊，那为什么又叫到烦恼又叫到菩提呢？它是一桩事情，迷了叫烦恼，悟了叫菩提。他的字体呢没有迷雾，迷雾是人啊，理上没有迷雾啊，性上没有迷雾啊，再跟诸位说，相上也没有迷雾啊。啊，欧耶大师讲得好啊，净缘无好丑啊，那就是说相上没有迷雾，迷雾在人心啊，这好丑在人心啊。啊，现在外国有些真有智慧的、有德行的人都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最重要的要学习爱心，不能对人有怨恨，啊，要学爱心，不可以有愤怒，不可以有敌视，啊，不能有冤仇，啊，要学爱心，要学习宽容，啊，要学尊重，要学沉浸，这是觉啊，怨恨对立愤怒那是迷啊，他们不懂得哎，破迷开悟，他们有这个说法，但是他说哎，一种要学习，一种你要放下啊，那个放下就是破迷 啊叫你学习那些，那就是开悟啊，啊，悟了自自然然对人诚恳，自自然然慈悲心流露啊，自自然然会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放下，悟的人放下啊，烦恼习气起现行了，这又起来了，这是初学人，每一个人都免不了的事情啊。为什么呢？习气太重太深了嘛，哪有那么容易断呢？啊，所以古人讲得好，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念起没有关系，自自然然他会起来，要觉，一起来之后立刻就觉悟啊，觉悟什么？觉悟就把它断掉了啊。而念佛人呢，这个方法再巧妙不够了啊，念佛用人用什么方法把烦恼打掉呢？一句佛号，境界现前啊，烦恼起来了啊，烦恼是什么？七情五欲啊，这个东西才起来，阿弥陀佛把它压下去了，用这句佛号啊，把你这个念头取而代之啊，
把佛号放在心上，把情欲放下，不去理会它，心就平了。啊，那么隔个不久，这个不久的时间长短不一定。啊，功夫好的一两天，功夫不好的几分钟之后，他又起来了。啊，赶快把这个佛号提起来，又把它压住。你看古大德常常给我们讲，能够压到烦恼真正不起现行，时间多久呢？一支香，一支香是一个半小时，要用多少多么长的时间才能够达得到啊？古人的经验差不多是3年到5年，根力的人3年，中等根性的人要5年，啊，就是你能够在一支香一个半小时啊，不起个妄念，这功夫不错了，啊，那我们一个半钟点的时候，不知道起多少妄念，这个不稀奇。啊，如果不是真正用功，10年20年都做不到。啊，所以诸位想想啊，你学佛多少年了？你现在能不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咱不说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心地清净，保持清净，不起个妄念，你能做到吗？啊，能做到功夫很好了，啊，可是怎么样？还要努力，啊，不努力呀，求往生没有把握，啊，《弥陀经》上讲的好哎，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念经容易啊，真干起来才晓得是真不容易啊！啊，一天那是一日一夜24小时，不起个妄念；2天48个小时，不起个妄念，好难呐！啊，7天不起个妄念，往生净土是上上品往生。啊，那叫什么呢？要得念佛三昧了。啊，不简单呐！啊，谁能做得到呢？身心心洁才能做到。啊，所以我们做不到，自己要承认。我对净宗，对于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我的信心不够，虽然信若有若无，虽然解依旧啊模糊啊，不透彻啊，真的透彻了，你对极乐世界向往，你对这个世界真能放下啊，凡是对这个世界放不下的，解得不透，解得不深，才会有这个现象。啊，性烦恼即菩提，对于修行有很大的帮助。
啊，为什么呢？烦恼要不要断了？烦恼就是菩提，烦恼断了，菩提不也断了吗？一点都不错啊。其实讲烦恼断菩提啊，这个烦恼断菩提长啊，实际上啊是转烦恼为菩提啊。讲断呢，是加强语气对初学人说的啊。刚才讲了，迷了是烦恼，悟了就是菩提啊，它是一不是二啊。凡圣没有别的，就是迷悟啊。啊，一念迷，这就是六道凡夫；一念觉，凡夫就成佛了。啊，觉从哪里来的？觉从清净心来的。啊，我们的心不清净，不行，妄念多。杂念都不清净啊，所以念佛这个佛号力量不能集中啊。声声阿弥陀佛里头掺杂着有杂念，大势至菩萨在楞严会上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了。他老人家说，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一句就是念佛的方法啊。念佛法门呢，最高的指导原则啊，都摄六根，简单的讲呢，就是摄心中国古人所讲的收心呐，啊，这个孟子讲的好啊，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呀，啊，这就是摄心，摄心就是学问，啊，如果这个话你还听不懂。我再讲的白一点，平常我们的心都往外跑啊，往什么地方跑呢？五欲六尘跑啊，眼往色上跑，耳往身上跑，鼻往嗅上跑，舌往胃上跑啊，就是外面的诱惑，你是跟着诱惑走啊，这是心呢、啊、往外跑啊。啊，如跟佛都讲，真正做学问的人要把心收回来，不往外跑了。做这个功夫啊，啊，你看，你先能收心，然后啊，净念相继，才能把佛念得好。心要不收啊，你的念不是净念，啊，净是清净，啊，你那个念里面是念里的掺杂着妄想，那个妄想就是心往外跑。啊，就是妄想啊，你的心不专一啊，净念的净字就是我们一般讲不怀疑不夹杂，那就叫净啊，半信半疑
还夹杂着妄念，这个净不清净啊！啊，相即是不间断啊，所以总的来说，啊，就明妙行菩萨跟我们讲的好啊，三句话九个字啊，啊，念佛怎么念法呢？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就是净念相继啊，这样念功夫得力，哎，烦恼就没有了。烦恼没有了，你马上会觉得智慧现前啊。怎么现前呢？在从前看事看不清楚，听人说话听不清楚，看佛经看不懂，智慧现前之后，看人，看外面境界，会看出门道。啊，听别人说话，也听得懂了。看经，懂得经里的意思。你的心越清净，你展开经本的意思就越多。这个里头意思字字句句无穷无尽，见色闻声全是智慧啊。迷的时候见色闻声全是烦恼，心不清净，心清净之后，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全是智慧。哎，就像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啊，见五祖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呀。”真的就是这个境界啊！我们初学佛的时候读坛经读这句话，不懂啊，含糊笼统啊，自度认识啊，无法体会呀、啊。这么多年的学习，这么多年的练习，啊，现在对这句话明白了，啊，一定啊。要心有几分清净，你才会懂。你的心完全不清净，心浮气躁啊，怎么讲也不懂。啊，不是你的境界，你也无法体会。换句话，你得不到受用。啊，要相信自己本来是佛啊，这个称本性而发心呢，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真的本来是佛，信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对一切众生离境的心啊，油然而生呐、啊！啊，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中国古大德啊教导我们的无不尽。啊，佛法教给我们的离境诸佛，我们就懂了，我们也能够落实了。啊，对人、对事、对物，我们会恭恭敬敬的接待。啊，决定没有虚伪。
一切都要从自己内心深处去做起。我在14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学一年，抗战期间非常辛苦啊，家境清寒呢，我14岁要出去谋生呢，家里面没有能力供给我读书，生活困难，我还要出去做工，赚一点钱，除了养自己之外呀，还可以寄一点给母亲。非常不容易，常常想到我有能力读书，为什么会失学呢？家境清寒，世间像我这种遭遇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很多很多的少年我常想这个事情如何能叫能够念书喜欢念书的这些少年不失学呢？我常常想了很久，真的想出一个方法因为我们家穷没钱嘛如果学年的儿童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大学已经是这个青少年，如果读书都不要交学费都好了我真的想到这个那不交学费这个钱从哪里来，这个教育费从哪里来呢？国家不是有税捐吗？我就想到了，如果国家在税捐里头能够有一个教育捐好像你的收入那不管是收入多少，按比例1/10作为教育捐这一笔钱呢，国家要专门来从事于教育，小孩从小学到大学不用交学费了，那我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我14岁想这个问题，想了很多，想了很多年呢。我小时候这个思想真的跟别人不一样，一个人常常坐到河边树下，躺在那个地方胡思乱想，可是都想这个问题，那这个钱。这个钱从哪里来这就会想到什么？想到经济想到生产所以我在20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哲学，自己研究没老师那想的问题想很多到最后想的是，如果人要不善，再好的理想都会落空人要怎样人人都是好人，这就属于哲学问题。这个1949年
我到台湾，对于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啊。可是到台湾一样啊，没有钱念书啊，要自己养活自己 啊找到方东美先生，非常想跟他学啊。他在学校教书，我们也没有能力没有资格考大学，也没有这笔学费啊。所以公余时间呢，希望能旁听他的课啊。到以后真的没有想到啊，方老师啊叫我每一个星期天到他家里去啊，单独给我上两个小时课，每一个星期两个小时啊，给我有系统的讲了一部佛教概论啊。那么学佛是他老人家介绍的啊，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以为佛教是迷信的，听了这个这堂课之后才知道佛法妙啊，啊，是一门高深的哲学 啊。老师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引发我学佛的兴趣，引发学佛的决心。所以我们懂得本来是佛，我们的目标准纯正了啊。佛是什么？在前面我画了一个图啊，因为前几天正好有人问我，你们学佛的人真有佛吗？佛在哪里呀？你见到了吗？啊，所以我就画个图告诉他，我说我见到，我天天见到，在哪里呀？我说你就是啊。啊，他就愣住了啊。所以画个圆，我这个圆就是佛，把这个代表佛啊。然后呢，我涂一点黄的颜色涂在这个圆里头，这黄代表，黄是代表妄想啊。那你带着有妄想了，这叫菩萨啊。再在黄的上再涂一层绿色的，那颜色就更复杂了，这叫阿罗汉。然后再涂上红色的，这叫凡夫啊。我说你现在你本来是佛，就像这个圆的图一样，你现在这个里头有黄色有绿色有红色，搅和的一塌糊涂，这叫六道凡夫，这就是你现在。你说你是不是佛？你要把红色去掉了，你就是阿罗汉。你要是把绿色去掉了，你就是菩萨；你把黄色再去掉了，那你就是佛啊，不在外面了。他听懂了啊。那这三种颜色我把它代表的妄想分别执着啊。黄色代表妄想，绿色代表分别，红色代表执着。你三样东西都有啊，这三样东西自信清净心里头决定没有啊，现在还是没有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
我又取出来。譬如我们把眼睛比喻作佛清净的啊，我们眼睛外面境界你看的清清楚楚，真的，这不是假的啊，一真法界。那我们戴上一个黄色的太阳眼镜，看到外面通通就是黄色的，再戴上一个绿色的，哦，看到外面是绿黄色的，再戴的一个红色的，看到外面是紫的，啊，三种颜色混合的是紫的。要问你，外面山河大地是不是紫的？我看的明明是啊。那你自己眼睛是不是紫的？眼睛不是啊，也不是啊。那紫从哪里来的呢？啊，眼睛嘛，眼睛拿掉就没事了吧？啊，眼睛上妄啊，不是真的啊。马明菩萨讲得好啊，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妄想分别执着是不觉。本来无啊，不是假的，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你这个修学从这里产生信心呢，虚妄当然可以断得了，真实一定可以真的啊！那我把这三个眼镜，现在你说戴上三个眼镜，看里看外都不是人，都是这个见不到真相啊！从外面看你的眼睛啊，这个有很浓的这个颜色，你的眼睛看外面世界也有很浓的一层染污，就这么个道理。其实外头没有染污，里面你自己自性也没有染污。你能从这个比喻明白了，觉悟过来了，所有一切不善哪有断不掉的道理啊？啊，断不掉是因为你不懂啊，你把妄当作真了 啊觉悟了断，四善断也要长时间的磨练呐、啊，啊，这不磨练不行啊，要磨练呐、啊，啊，在生活上磨练，啊，先锻炼什么？先把头一副拿掉，执着，啊，最外面这一层拿掉，我不学着不执着，啊，无论是对人对事。不再执着了啊，然后再进一步学什么？不分别，只要这两种做到了啊，不要说两种，一种做到了，就是对人对事对物不再执着了，我们往生就有把握生西方极乐世界，凡身同居土啊！啊，你就由此你就知道啊，如果对一切人死物还有坚固的执着，往生没把握，你烦恼很难断。所以你首先要学不再执着，学随缘啊，学能够尊重人，放下自己的成见，这就对了啊！不要再以为啊，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我的做法啊是正确的啊，不要有这种想法。尊重别人
啊，只要没有重大的过失，可以随顺了，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这个是断烦恼的方法，啊，你有真正有信心，相信自己本来是佛，相信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教导你做的，应该修的，应该要断的，你就很容易做到。啊，无始劫以来，烦恼习气，你自然就能够把它改正过来了。啊，改正就是随顺法性了，法性是纯净纯善。中国古人所讲的仁义礼智信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全是自信里头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啊。你只要把烦恼障碍去掉，它通通都现前啊，你就是佛，就是菩萨，就是圣人，带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啊，第三句讲开众生之迷痴，这一句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为什么呢？看到众生把这个真相迷失了，完全不知道啊！这个烦恼即菩提呀，我们从这个里头要知道它的真理。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没有对立的，烦恼跟菩提是一，不是二啊。大乘教叫不二法门。不二就是没有对立，烦恼跟菩提没有，不是对立，生死跟涅槃不是对立，众生跟佛陀不对立，在佛法里头找不到对立的，没有对立就是和谐。所以性相不二啊，离世也如啊，啊，这本来和谐没有对立，没有矛盾，没有冲突啊，宇宙如是，大自然如是，我们这个身体身心也如是啊。那么所有一切这些错误观念，就像那个眼睛一样虚幻不实啊，你迷了才生出这些东西啊。所以这非常感慨啊，众生迷了啊，觉悟的人看到迷的人还没有回头，他升起慈悲心帮他啊，帮他觉悟啊，这个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底下一句道悉不知啊，这是自己惭愧，自己忏悔，我过去不晓得，今天才知道啊，过去不知道在六道里头轮回这么久吃了多少亏
吃了多少苦，现在知道了，知道怎么样呢？知道要学法门，法门无量誓愿学。你看他落实在这里啊，所以你看那个前面这段文啊，他是三心啊，三菩提心，他是三观，他是四弘，真的是语言融到基础了啊，怎么看怎么圆，怎么讲都能讲得通，佛法妙就妙在此地啊，一个圆一切圆，一通一切通啊。那这个我们要把它应用在生活，应用在工作，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就是大圆满了。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一下。